哎呀，爸，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说这猫砂得勤换，得勤换。猫是最爱干净的动物。小时候伺候你啊，都没这么费劲。你是不费劲啊，脏和累的活儿都是我干的。谁呀？陈丽，陈丽，谁呀？我写作业了。在哪儿？在厨房啊，怎么了？你去厨房，把煤气的读数表发给我。现在？这么晚了？现在就去，晚了我可是要付滞纳金的。陈丽，你在哪儿找的图片糊弄我呢？啊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图片。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我刚拍的。陈丽，你说实话，我不生气啊。你在哪儿？你跟谁在一起？啊？刚才这么晚，谁敲的门？你跟谁在一起呢？啊？你到底在哪儿？你是不是在八楼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呢？你？那你视频行不行啊？我刚才打的就是视频，是你自己心虚切的语音啊！你这样，我给你一秒钟，好吗？一秒钟，你视频给我打回来。喂，媛儿姐，是我。哎，一凡。要不我先撤。哎，别别别，圆圆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！你发的什么疯？你今天这事儿要说不清楚啊，咱俩就没完。刚才是这样的，那个煤气读数表吧，我之前一直记成了是803，他刚才拍个503。是不是是我记错了啊？但我想煤气费不可能越用越少呀。啊，你们喝酒呢？行，那个少喝一点啊，少喝一点。哎，苗二姐，你放心啊。啊，我当然放心。哎，好了好的。哎哎，你慢慢的啊。哎，晚安。哎。今天是我爸，我没有。你爸不是替你养猫吗？我怕他不会养，所以安一摄像头看看。那我爸知道吗？没来及说呢。是吗？你怎么光长个儿不长心眼儿啊？咱们离你爸这么远，你爸要是在外头沾花惹草的，给你找一后妈，你怎么办呀？我这都是为了你。啥呀？你就为了我？你别啥事儿赖我身上，来这上学不是你俩的主意吗？我又不想来。你以为我想来啊？在这陪你念书，我把这么好的工作都辞了，每天照顾你，每天给你做饭，你以为我想来呢？行，你要回平城是吧？可以啊，回去上技校，行不？
你要是愿意，咱俩现在打包混蛋。行啊，我要学服装设计专业。你还想学挖掘机呢你？哎，行行行，行了，赶紧的做功课去。两百个单词背了没有？我困了，先睡了。哎，不不，佳琪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跟妈是一头的。今天这事儿你别跟你爸说，省得他误会。他这人小心眼儿，啊。嗯。别玩手机了啊！哦。哎呀，元儿姐，这真是一遭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！哪有什么蛇咬的呀，都是井绳，是他追着井绳咬。有一件事我特好奇，你说你这桃花运怎么就那么旺呢？远的不说啊，楼上那空姐，最近这个是你兼职的那个旅行社的老板娘。什么桃花运呀？楼上那空姐啊？人家让我就搭了个摇椅进屋，那是在电梯里面碰见的。人家张嘴了，让我给帮个忙。那你说啊，邻里邻居的，楼上楼下的，那我能说不管人家？你说旅行社那老板娘冯丹是吧？那不大刘给我介绍的活吗？当初介绍活的时候，原还感恩戴德的，后来一看，冯丹长成那样，跟我说你别去了啊，不让干了。那时候我都已经开发一半了，钱都收了。我能不干了吗？长什么样啊？有照片吗？我看看。我真要是当时给人撂了挑子，我那以后还怎么接活啊？你也有这样媳妇儿啊？你也桃花运旺？长得真挺漂亮的，有点像我媳妇儿，你不觉得吗？长得好看的都像你媳妇儿，是不是？啊？不，你俩真的没啥？你有完没完呀？肯定没什么呀，我上班这么累，我还兼着好几份工呢，我那回来累得跟三孙子似的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他倒好，防我倒跟防贼似的。元儿也不容易，人家做母亲是这个，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回老家整整四年，你得让她心里踏实。是挺不容易的，所以你想人想人优点，别总想着之前骗婚的那些事儿。是。你说的呀，全对。这回为了孩子，把工作都给辞了，我不就想多挣点吗？行，不去也行。这事儿啊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是，不去不去了啊！狼和孩子不能兼得。在京东采暖季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完成这三个小区的热量计量改造，为每家每户安装计量表。你们的收费系统，最晚要在供暖季开始之前一个月。测试完成，并且通过验收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们的结算系统本身非常成熟，针对贵公司的个性化需求，改造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按期通过验收完全可以。只是我们最初谈402号标的时候，改造范围是四个社区，除了和盛、乐福华庭、建新东里以外，还有新龙家园。等等，我插一句。新龙家园周边涉及到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改造，我们热力管线这一块呢，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。目前公司做出决定，在规划方案确定之后，再统一安排施工，所以要等一等。我去。小叶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的意思是啊，要改造的不会是东新庄出口吧？那可是个超级大度条，那要疏通了，那周边的社区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得提高几十个百分点，造福人民。具体改造什么，改造哪里呢？我现在也不知道，目前市政规划方案还处于机密状态，你们出去可别瞎传去。不瞎传，不瞎传，我就是瞎猜的。他在会上他都不敢认，他现在就能敢告诉你准信儿了？知道什么呀？我看见他们在会上对眼神了，肯定有事儿。别说话。喂，哎哎，哎，张工啊，小
哎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怎么没看见您啊？有事儿啊？那四零二号标啊，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兴隆家园了。你这把它划出去，剩下那两家，是不是有点太鸡肋了？啊，那兴隆不会是要拉出来单独招标吧？那三个小区规模和户数啊，不比兴隆小，怎么就鸡肋了？那东兴庄改造完以后，兴隆是不是还会合并回来啊？ 好嘞，啊，张哥，谢谢您了，我回去准备标书了啊。说什么来着？就是东兴庄，那大堵点要解决了，那兴隆小学这名头，那兴隆家园那房价不就蹭蹭蹭蹭上去了？你反应不来了啊？哎，来了，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哎呦喂，你可太皮了，皮孩子。不管啥事儿，咱就往大数据上走。 你知道吗？保管他听他一愣一愣的，听不懂他都不好意思说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接。哟，可能屁股上肉太多了，没感觉到。哟，我也没听到。赶紧回家啊！回家干嘛呀？我约了丁文博在家里，一会儿就到了啊！赶紧的，战前总动员。 乐乐，又诺，赶紧回家！走了，你们俩战什么钱，动什么援啊？买房啊！我叫丁文博能干嘛？丁文博一直不是帮咱们家买房，为什么还要动员啊？我有心目标。哪儿啊？兴隆家园。那么神秘干嘛？那小区底下有矿啊！啊，比有矿可牛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就您张嘴啊！你当着丁文博面再给我说漏了，咱们家先机就没了。糊弄玄虚，爱说不说。行行，我跟你说，来来来。 你可给我搂住了啊！嗯，那个，听着有份儿啊，就是那个兴隆家园，嗯，地段特别好，对口的小学是兴隆实验和万路小学，中学离得也特别近，唯一的问题就是堵，因为它挨着那个平城高速，那个东兴庄出口，早上上班出不去，晚上下班回不来，所以在同等房源里面价钱是最低的。但是，我得到了最新确切的消息，嗯，那东兴庄出口马上就要改造。 哎，叶哥，茹姐，你们在这儿呢。你们来那么早？公司规定不能迟到。先走吧，走吧。嗯，行，那走吧。我们现在选的，首先是学校不超过2公里的区域，而且不仅要有小学，还要有中学。这红色区域啊，那都是本市的黄金地段，那属于龙的头部了，就完全够不上，咱就 pass 了。这蓝色区域，那就是龙尾巴中段了。 比我们家这儿金河家园好点有限，但是你说你忙活半天，你才前进那么一点点儿，有点不值当。黄色区域，那这就是龙的肚脐眼了。你要能到这个位置，那你就基本上算没白忙活。下面我要说的，那才是重中之重的啊，绿色区域。这个，经过我们陈丽的精确测算，到目前为止。 这就算是本市性价比最高的方圆区域了，咱们家完全够得着。这东西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呀？啊，这么多数据哪儿搞来的？要不做个应用吧，没准还发财了呢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潜伏到各个小区去打探内部的情况，但是通过这个小区的名字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规划。这个管儿都是小盘，城是大盘，这个院。 那最多算是安置，这园才是刚需。那还有叫湖的呢，改善岛呢，稀缺山，风水。哎呦，哎，您这攻略现在可值钱了，能变成全平城的二胎购房指南了。不是你这个数据靠谱吗？准吗？你要说跟国家统计局那没法比，经过我们调研和更加准确的测算，最后。 浓缩在了院和园之间，我们主要锁定这个呢，兴隆家园对口的是兴隆小学和万路中学，边上还有地铁和三甲医院。兴隆家园，哎哥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小道消息了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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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小道消息？就是我跟陈丽就觉得就这旮瘩性价比最高了。 您是不是听说这东兴庄出口要改造啊？啊！你也知道啊？哎，给我接点水。你那不是有吗？凉了。
哎呦，我早就知道了，这东营庄出口，这改造那都传了五六年了，年年落空，那就纯属神话故事，万年谣言。而且这新龙家园的三居室啊，本来就少，这往外卖的就更少了。真的哥，我不骗您。这样哥，您别着急，您呢要是看上那儿的房子了，我回头就给您找找去。您要是冲着改造升值想赚个大的，我劝您趁早去，那肯定砸手里头。赚什么大的，升什么值啊？今天小道消息不听那个。好，这事我定了啊，我就要这儿的房子，老弟，拜托了啊，行，低调啊，行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别送了。小丁辛苦了。哎，应该的。兄弟，抓紧帮我找啊，价格500加。行，如果条件好，价格略高点也行。急啊！放心吧，哥，这事交给我了。那我走了啊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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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需要500多万呢，这钱够吗？够够啊，不会动您那点养老钱的，瞧您那点小心思。哎，你说你还扯什么大数据、人工智能？做人实在点不行吗？人一句话把你老底掀了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今天去开会，内部消息，东新庄出口改造今年就动工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们公司负责热力改造项目，本来4个小区。今天突然兴隆家园给拆出去了，就是因为这事儿。你想想，这马上入秋了，把人热力改造给停了，那这事儿没跑了。这消息一旦放出去，就这小区单价5万起。真的？那你也别闲着，网上联系联系。不行，我还是赶紧搬家吧。为什么？田东回来找不到我，第一个就得奔你这儿来。那你打算搬哪儿啊？你总不能带着优诺东躲西藏吧？再说了，他不是要回玉清上学吗？实在不行，我给他换个学校吧。好的国际学校就那么几个。田东以亲生父亲的身份，打电话一个一个挨着问，总能找到你们的。你这白忙活还又浪费钱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要不在我们小区找到房子呗？我们小区门口有好几个国际学校的校车站点。再说咱们住得近，有什么事也好搭把手。你再去学校跟老师交代一下，让他们看紧点孩子。就算田东来我这儿找你，找几次找不着他也就放弃了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住在这个小区里。可以呀，这就叫灯下黑。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！哎呀，问题解决，睡个好觉。就这儿，新老师挺好。一半，我一半啊，争取2点之前发完，也不耽误回去上班。我，行行行，我多点啊。丁文博不是帮你盯着呢，非要自己来吗？这弄得跟做贼的似的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全是小户型，他一个三居室都没给我弄到。人丁文博是专业的都找不着，你就更没戏了啊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就那帮房产中介，都是守株待兔。最多就是打一圈电话问一问，就这房子至少10来年了，那很多业主联系方式都变了，他们肯定打不全。只有一层一层的扫楼，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。你收下就别在外面。不是费这么大劲，这价格还比外面高，万一动心装桥改造这个这……小点声，你再让人听着了，我这先机就没了。啊，是，那八字还没撇的事呢，到时候再打个脸啊。我有90%把握，这事儿真让我蒙对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房子，一平米最少涨2万，退1万不讲，就算我失算了，现在这房子这性价比那也是杠杠的。行了，你去那边啊，我到这边。
发到咱们车上见。别让保安给逮着了。托你了，跑这么大老远就为了这一口。客气啥呀？怎么样，姐，你搭上了吗？嗯，一个都没有。叶一凡真是能瞎扯，买房子哪有不找中介的，非得自己联系？我就算搭上每一个业主，人家不卖，我能生抢啊。但是吧，现在性价比特别好的房子，那中介真不一定往市面上放。他们找熟人一起拿下，转手就卖到高价了。嗯，姐夫这招吧，辛苦是辛苦点儿，但说不定真能捡大漏呢。姐，你这鞋不要了？嗯，穿旧了，好几年了，我又买了双新的。你别扔了，我给你卖了吧。这人嘛，这好歹是个牌子，旧点也有人要，挂二手网站，20块钱。啊，刚够运费，图什么呀？我卖我们小区的，买家自取。你们小区邻里之间关系这么好呢？不认识，鱼塘里来的。嗯，就是这个，每个小区都有个鱼塘，相当于社区的二手市场。你搜搜你们小区，能有啊？嗯。小沈，你说我要是能进入兴隆家园的鱼塘，是不是就能搭上你们的业主，打听打听房源啊？你这方法好呀，我自己也下一个。行，还能有意外收获。绝对的意外收获。哎，佳如，我约了小丁去看那套房子，你得陪我去啊。不行啊，我这正上班呢。那我不管，上班你也得陪我去，你必须去啊，十万火急。行行行，我正好问问小丁我那房子怎么样了。那你等我吧，我马上就到啊。如姐，您跟我哥别着急，新隆家园那边我给您盯着呢。三室一厅的户型本来就少，得碰。哎，我哥就不考虑扩大点范围吗？他跟魔怔似的，就认定那一个。那行，我帮您盯着。来，二位，里面请。这套房子原先是业主留给儿子和儿媳妇的婚房，结果小两口没住多久啊，就去国外发展了。坐。您看这地板纹路啊。您再看这墙面用材，所有的东西保护的都非常好，连这桌面都是大理石的。两位姐姐，来这边看看，来。这个橱柜还有里屋的衣柜，都是业主找人做的全屋定制，空间设计的非常合理。不夸张的说，按照当年的房价，这套房子的装修钱要比这房子还值钱。哟，这还有个天窗呢。真美，好浪漫呀！房主装修真不愿意挣钱，就图有个人气能养养房子。两位姐姐，我带你看看卧室，来，这是主卧。这，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我都没见过。老先生退休前啊，是美院的教授。老太太有一个自己的青瓷工作室，您看这些图案了吗？
都是老太太自己的作品，私人定制，市面上绝对没有。你看看人家这当父母的啊，孩子将来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，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哎呀，我严重怀疑，等我们家乐乐和二宝30岁的时候，我还在付房贷呢。哎，你也不用这么想，到时候等他们俩都30多岁那会儿啊，估计房子早就烂大街了啊，估计一人手好几套，住也住不过来，租也租不出去。到时候呢，你想找人给你养养房子，你都得付人租和辛苦费。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美丽新世界呀！我能按快进键吗，田大腿？必须能。哎呦我。有快进键来了，喂，小丁，哎，行啊，行行行，太好了，哎，那你把合同发给我，我到家就签，谢谢啊，小丁，拜拜。怎么了？啊，教授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。嗯，走，搬家去。那么急干嘛呀？我今天还要上班呢，我改天陪你搬家。哎呀，我自己搬，没多少东西，不用你了，你上班去吧。就你一个人，你行吗？不是，老公，我回来啦。媳妇儿，这啥呀？二手网站上买的，可便宜了。这是加湿器，这个是救灾包。不是，这加湿器买新的也没多少钱啊。你买着旧的，再从上一户把病菌细菌带回来。什么救灾包？哼，你什么时候见咱平时找我灾啊？啊？这救灾包防什么呀？防地震？啊？防海啸？还是防火山爆发啊？我买这些可不是为了图便宜，我是为了跟兴隆家园的业主套词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都是在兴隆家园的那个鱼塘里买的，卖我东西的都是业主，我跟他们聊的可好了。想法不错呀，好创意。捞着几个房源了？那倒不至于，这不刚刚开始，刚刚起步吗？不过他们跟我说了，只要身边邻居有意向卖房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加了好多人微信。接着套，啊！人说这逢高必傻，我媳妇怎么又高又聪明？怎么长的？谢谢老公肯定。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呀。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小区不许发广告。你哪个眼睛看见我发广告了？你不是业主吧？我们小区规范管理，外人不得擅自出入。快走。我不是外人，马上就过来。你把那钱给我。给什么给？不收了。喂。喂，老公。贵仔来了啊。你在哪儿呢？兴隆呢，发新广告被保安给逮着。啥事儿？正好我在二手网站上又买了点东西，你去拿一趟吧，省了快递费了。你还可以跟业主套套近乎，打听打听房源什么的。好啊。哎，我在网站上买的你家电风扇。哦，等会儿呢。订单用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，您家房卖吗？房不卖，不卖。这三居室吧，媳妇儿在您这儿买的黑板。啊。您这房子卖吗？不卖，不卖。您好，哎，您是姜太老吧？我媳妇儿何香菇。啊，我来取货。来，请进。哎，要换鞋吗？不用不用，来吧来吧。您这三居室吧？三居室，考虑卖吗？不卖啊。那您这左邻右舍，有打算卖房子吗？哟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我来取货呀，中医经脉穴位图，二手网站，我媳妇钱都付了吗？啊，行，来，跟我来，在这儿呢。哎呦，你过来看看，啊，是不是你要的那东西？
不是图吗？怎么弄出一人来啊？这是穴位模特啊，他叫二柱子啊。我老伴在世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儿。本来呀，我是想留着当个念想。那您就留着吧。我不行，现在老了，夜里睡不好觉，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吓我一跳，是怪吓人的。不是，我才犯了心脏病，这么着我才下决心把他挂在网上说卖了吧。你媳妇儿说你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，家庭特别的和睦，说媳妇儿买了也是为了孝敬公公。哎呦，我说这样把二柱子送到你们这么和睦的家庭，我也才放心。是是啊，我们家上上下下是挺和睦的。不过这柱子哥这，哎，您家有没有什么破床单、破被罩什么的？您要不要一起卖给我得了？哦，好嘞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哎，喂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给我点赞了。哎，没有，我是点赞了。你程序的事儿啊，我给你找点紧。另外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？不着急。我就是想问你，国庆黑森林之旅啊，有对夫妻退团了，所以多出来两个名额。你跟嫂子有没有兴趣啊？哎呦，这十一我真不行。哎，您帮开个门。好嘞。哎，您慢点。哎，干嘛呢？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给我哥们儿帮个忙。快，这是谁？卫生的。啊啊啊！来，帮个忙。哎，等，干嘛啊？我把那座子放下。来，大老师。哎，你不是贴广告去了吗？怎么还收上废品了？媳妇儿，何家如，这败家老娘们。喂。老公，你还在新楼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一号楼三单元501有一个特别新的那个篮球架子，就儿童用的，挺好的，特别便宜，回头二宝和乐乐都可以玩。你可闭嘴吧啊！不买啊，多便宜不买啊，白送的都不要。你怎么那么喘呢？你干嘛呢？我这被二柱子累的。回家你就知道了。谁呀？二柱子谁啊？二柱子，爸，这个叔叔还背了个叔叔。去去去，回家玩去去。回家玩，回家玩。还有小鸡鸡，他是阿姨，他是叔叔，他是阿姨。回家去啊！哎呦，阿姨，叔叔，阿姨。你把东西放这儿就行了啊。我送给你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这是？我是二柱子，你儿媳妇孝敬你的啊。爷爷，这是个啥呀？叔叔，我就不待着了，我得带我们家猫啊做个防疫去啊。吃完饭再去吧。不吃了，走了，叔叔啊。爷爷，有电话。爷爷，这啥呀？哦，回来了，老公。呀，这是什么？啊！问你妈。妈，他穿不穿货衫啊？你们可别学他啊！我一会儿给他找一条去。我在网上看的时候没仔细看，我以为是个挂图呢，怎么是个立体的呀？这也太恐怖了！我去给他找条裤衩。这个行。好了。这条行吗？你看看，随你便吧。
三角裤太性感了。哎，这个好，你看看看，腰都松了，行吧，就这样。何佳如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别再买那些破玩意儿了啊！你怎么了？这两天走火入魔了？那家里都快成废品收货站了。我这不是为了跟兴隆业主套词吗？奶奶，别套了啊！再套一个卫生间就没了。你之前肯定过我的。对不起，我收回我的话啊！后面事不用您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Understand？ 我还懒得操这个心。就这条了。这不行，这我还穿呢，这个。别跟他抢。哎呀，这一天这运动量，快赶上快递员了，腰酸背痛。这还是不累呀？啊，还有力气玩游戏呢。你懂什么呀？这玩游戏啊，就是暂时消除你的烦恼。哎呀，我这手法跟那个真正的按摩还差点意思啊。那多新鲜啊！你付给这椅子的价钱啊，比那人工还差一大截子呢。回头咱找时间啊，去那正经的按摩店好好放松一次。啊，你可拉倒吧！去那正经的按摩院啊，在圆圆眼睛里啊，也算不正经。我哪敢去那地方？来，哎，等会儿。喂。哎，绿哥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刚刚系统崩溃了，什么数据都没有了。你看你现在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啊？啊，系统又崩溃了。那行，那我现在过来吧。哎，我在公司等你啊。你不把维护转给别人了吗？这圆圆知道不跟你急。哎，干嘛呀？我这还差十分钟呢。我去一趟，快点。又拿我当挡箭牌。那圆圆本来就爱无理取闹，那系统本来就是我做的，那我不管谁能做呀？那我钱都收了，撒手不管了。那这事儿我干不出来，赶紧。来，陈工，喝杯热茶。我这前两天不小心下楼摔了一跤。啊，陈工，这半年来不好意思啊，总是麻烦你这个点过来帮忙。没事儿，那个数据库等建立好了就都顺了。你这边的费用啊，最近公司这个资金实在是周转不灵，等我那边结算清了，我一把就付给你。行。这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拿个东西。哎，我没事，我自己来。先吧。一起呢，他开车呢，啊！哎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啊？啊，这不加班晚了吗？我们出来找点吃的。哦，哎，你问问陈丽啊，那速通卡收到没有啊？有没有收到短消息啊？啊，收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还需要什么东西不？你提前告诉我，这次开车可以多带点东西。就是啊，我
是我上次跟他说的那些，佳琪爱吃的烤鸭，还有啊，闺女床头柜里的那个蓝色的那个洗眼液啊，千万别忘记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俩要是今天晚上要喝酒，一定找代驾啊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好。哎，以后这事别找我了，心脏病都快被你吓出来了。你跟那女的到底有没有事儿，吓成这样？我要有事儿，我现在就被车撞死。哎，别别啊，我还在车上呢。你先让我下车，你再撞啊。来，停车。停车！这是什么人？救命啊！哎呀，别闹，你好好的你。明天晚上能送到吧？我着急用。没问题，系统已经通知出库了。行。一万多块钱买点什么不好？买一套锅，你家还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呢。等我离婚之后，我搬回去，这套就留给你了。傻子，啊？啊，那买的好，买的妙，你应该多买几套。哎，不，这个也不错，买了吧，趁火打劫。啊，丁宁姐，她怎么来了？